那今天我想要向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刘玉姐，是你的名字，中文的名字。嗯哼。我是法国人。嗯哼。我在巴黎的旁边，我住在巴黎的旁边。嗯哼。嗯。还没来台湾。对，没有来过台湾。我好想去台湾。好想去台湾。因为现在我知道很多人，他们我认识很多台湾人，或者在台湾学习的同学，所以就是因为我想去台湾，因为我也有一个，我可以看看他们。嗯，对，十二点，现在倒数九分钟。要做的话，有一些跨境电商模式，然后我想我们应该是第三个嘛，然后跟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代购网架这些。